幹線じゃない。新幹線じゃないの。東急。ああ。那这车要怎么打开呢？まずスマホからなんか出すの。こうやって。あ、すごい。開けた。这已经打开啦，没有用钥匙哦。那从这边进啦。啊，ちょっと開けれへんわこっち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找车钥匙，どこにあるの？啊，あそこにあるよ。返却から貸し出しに回しキーを抜いてください。返却から貸し出しに回して鍵を抜いて。すごい。我刚刚把我们的行李放到这个后备箱里面，发现它里面东西其实还挺多的，包括这个紧急时候的三脚架，还有这是一个儿童座椅嘛。还有这里面会有一些那个空气清新剂啊，还有纸巾啥的，还有雨伞呢，真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啦。我觉得生活在日本的首都圈呢，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说，你真的不需要车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车的话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是想谈必要性，因为日本的首都圈是在全世界来说都是公共交通特别发达、特别完善的一个地方之一了。你靠公共交通就可以去到任何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。我在我家附近走的时候，会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就是，很多户人家他们的车几乎永远都是停在家门口的，就连一个非常美好的晴天。假日的时候车都是停在那里，我就会想说，那这么好的出行的机会你都不开车的话，那请问还什么时候是要开车呢？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持有是一件好事嘛，比如说有车有房，但我们有没有想过真的持有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吗？我拿我自己来说，我平时靠公共交通我就可以完全达到一个特别便利的生活，然后我想要开车兜风的时候，就利用 car share 这种便利的服务来租车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perfect 最好的体验。我平时完全不用去关心，我的车怎么样啊，也不用关心保险呐、清洁啊、保养啊，这样子，就是想用的时候就用喽。多摩川。多摩川。现在呢，我们是正在一个叫做中央道的高速公路上。我们今天打算去东京旁边的山梨县，然后去那边的河口湖和山口湖玩了。然后是现在天气稍微有一点点阴，所以我今天不太确定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富士山的全貌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现在打算停车到这边一个服务区吃冰淇淋，好讨厌了，因为要下车，所以说我就得戴口罩了，然后我还涂了口红呢，都把我口红都给粘掉。暑いでいいんじゃない？やばい。じゃあ新しいの買うしかないやん。どうしたん？我的口罩断了。見して。壊了。ちぎれたところ見して。壊了。アイスだって。これとこれとこれある。どれがいい？ちょっと一応全部見てみよう。
あ、マスク買ったよ。どれする？オッケー。这边会有这种加湿器，很凉爽哦。有人在玩滑翔伞哦，好棒哎，我都没有玩过，真的超级晒，我现在要去找我老公，看他买冰淇淋买到哪里去了。拿到了冰淇淋喽，豆豆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何味？黒蜜。嗯，好吃。OK， 那我们休息完了，然后也吃完冰淇淋了，现在打算回车里咯。这就是很有名的富士急游乐园啦，好像没有人在坐呢，有吗？我是因为很怕过山车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也不会想要来。哦，车很多呀，車いっぱいあるよ。あ、そう。嗯，結構来てる。人ね。見えへんからさ。现在呢，已经过了中午的十二点了，我们就打算去一个叫做“みちのえき”汉字写作“道之站”的地方去吃中饭喽。天有一些阴沉下来了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然后正前方就是富士山啦。现在眼前的富士山完全被云笼罩住了。我们今天的中饭喽，这边好像是个什么饼干的天妇罗，还有用当地蓝莓做的蓝莓派。这是用鹿肉做的鹿肉香肠，よいしょ。これ以後食べてみる？嗯，で。这边就有他们的照片，好可爱哦。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生产者的脸啦。超级倒霉的，竟然已经开始下雨了。神奇的是，马上刚刚又出太阳了，就是感觉时雨时晴的，应该会有彩虹哦。哪里过来？好棒！